既然如此，那我可要好好的利用一下，不去见他了，好不好？阿和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可是感染风寒了？没有，就是太阳太大，很热的。我听说人界新开了间酒楼，味道十分不错，要不要我带你去尝尝？好。你敢去就死定了。好像不太方便。今天有事吗？那我下次再。对了，我上次去人界被我父王发现了，现下他正关我禁闭呢。上次是我带你去的，都是因为我。我去找教王说清楚。不用不用，父王现在正在气头上呢。你若再进去为我求情，怕是我永远都不能再出去玩了。好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你。人都走远了，还看呢？正不舍不得。